本来保护你的财产的啦，你唔免紧张啦。来关心你而已啦。变回来先，我帮你了解一下。确实后事实，我未反对你回执，我未反对。不用这样啦，不要麻烦你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你们这样可以了吗？好了，阿丽，你去把它处理了，先处理了，无问题了。账户有问题吗？账户有问题。账号。啊？这个有问题。账户有问题。啊？因为这家行员公借账户就是很像是诈骗集团在使用的账户啦，因为他钱进来他马上就出去，很像他们在洗钱的账户，所以这账户很有可能有问题啊，所以我们才这样子在跟你确认啊。你真的有见过他吗？我警察没去探过你是生活，我知道你们非常爱护我。嗯，对啦，安尼还是你有他的电话？你有他的电话吗？啊、你有他的对方的电话吗？对方的电话。对啊。你讲囡仔，我给你啦。我这个汇款没问题啦。以前有汇给他过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那为什么这次一次汇那么多给他？啊，因为就是金额就是这样啊，我怎么是做什么用途的啊？就跟你说，买东西呀、啊，累积呀、啊。我你也要关乎慈善行业的，慈善行业的应该唔免来管啊。啊，你也要做布施，嘛做一管道的。我自己负责啦，啊，也不要跟他讲，我们那个我那个有一个孙子，我这项才五六个月而已，他很好，感谢你嘛。我等下恁爱护我，啊，唔是我就是爱处理代志，就是爱处理代志，我还读研究所啊。研究所。对啊，你很同济拢是恁爹哥弟弟，哥弟小分子啊！你的年三八年就你谈啊研究所，你真啊厉害呢！你如果不帮我汇啊，我拿走哈、哦！你不帮我汇，我把钱拿走。喂，陈先生吗？哎、欸、啊，那是你的手机啊？我唔知，伊卡红了。哎、欸，黄总，伊的手机啊啦。你报你的电话，你不是报恁囝的电话吗？伊也搁含你联络，伊会叫你回电嘛，一个号码，安尼就只是假。因为你知影无？迄、那个应该就是诈骗集团啦。你个对遮，你个唔免搁听讲吼，因为迄足够讲话啦，迄比阮警察较有耐心啦。阮咱遮用的含你用，我是两点钟尔，后壁是无，因为我都含你估几间啦。没啦，还是来甲你关心啦。